这个凹得好哎，哇！真的有什么东西被拉出来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又知道是什么主题了吧，辣妹洗头计分版。所以今天的主题又是越南辣妹洗头，很谢谢你们大家一起加入一起讨论。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阿姆 Barbershop， 那因为他们不是一天出多集的那种系列呢，所以呢我在想要怎么评分才好呢。我就觉得美貌这个蛮主观的，而且你们跟我持蛮多不同的意见哦，所以呢我就决定拿掉，我们换成人人气，就是说请大家帮我留言1到5分，然后你们最想看到的小姐姐就是满分5分，然后这样子呢我去总和一下总分到底多少，那等我来这里拍了2-3集之后呢，我就帮大家综合一下分数，说哎哪一个小姐姐人气最高，那强尼候选人就会再吵老板让她再出现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去期待一下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小姐姐哦， Let's go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menu， 大家看一下哦，这是他们的 menu， 一样啦，大家自己熟记。中文的在这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小姐姐吗？哦，就是上次那个。Hello， 那我们走吧。哦，又来到了这个清幽的环境，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兴奋呢？又是这位小姐姐，我觉得她颜值有 up 哎，超漂亮的。每次来这里就很放松，好开心哦。有的人可能对他的面容呢有点熟悉，但又有点不熟悉呢，大家可以去找第一次来的那个双人按摩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小姐姐哦。好 ，Thank you。Very这个眼周，他们真的很会按这部分哎。你们真的要试试看这个，莫名的舒服。我记得哦，他最厉害的肩颈来了，上次也是他帮我按这部分的，我很喜欢哎。
这个是那个热枕呢，哦，很舒服，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。挖耳朵，挖耳朵，哎，他其实蛮能聊天的，只要你会越南话的话。他采耳真的很棒，那个感觉的分数我看要很高分喽。那大家应该对这位小姐姐有印象，又有点没印象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新的观众嘛，那我一样要帮大家问一下她的个人信息的部分啦。Hello, I'm the Nazi. Yeah, I know you, but some people not yet know. And Bao New Dui. Hi, my name. Okay.25岁，您小姐姐。那现在还有很多人要求我说，就是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日、他们的星座，哎，是不是想要看他的个性跟你合不合呢？或者是想送礼物呢？那强尼就再多问这个问题啦。嗨妹唐妹吗？嗨妹唐妹吗？哦，11月20，哎，11月20是教师节。Hello， 新找工，那个老师，天蝎座，哇，占有欲很强哦。那大家如果来这里，可以送他小礼物。他真的是老师，大家就来当他的学生吧。大家看哦，胡志明是非常的，但是他白得很夸张，哎，我好好奇哦，我想说我是不是也要白一点会比较好看，我来问问他好了。嗯 ，and 小雅 and 张铁，对啊，眼睛要等于啊，自己哦，天生白，可是胡志明是太阳真的很大，他真的就是曝晒都没问题嘛。哦。所以还是有保护就对了哦。OK， 那可能我欠缺保护啦。我来这里啊，本来这么白，现在都黑了。大家要学习哦。哎，这真的白得很漂亮。哦，他按摩也很赞，他都会压到你那个穴位上啊。很厉害，尤其是这一趴开始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压到了，你看他压这个穴位超舒服，他都有压在点上哦。哦，哎，他目前为止啊，我觉得都很高分。
哇，他拉得很彻底哦。这个凹得好哎，哇！真的有什么东西被拉出来？班长，哦，好。还有看过你们去另外一家也是。看，又是他们，他们真的有在这里工作啊，只是说就是。不要，就是专心一点哈，等下其他客人生气。拜拜拜拜。还压得挺好的耶。Are you okay? Okay. 他的手飘一声。要小心哦。One, two, three, fly！ 我自己说。烧到痒处，
这位小姐姐，我觉得她综合分数会很高。那人气奖的部分呢，就麻烦大家留言啦，到底要给她几分呢？想要看到她的话呢，就留高分一点。那我就来看有没有机会再邀请她。老婆又来了，真的有点夸张哦，画风突变。YouTube， 嘿。我也是刚从台湾回来，我有带礼物给他，就分享他的。I bring cookie for you, huh? You ask your boss. Thank you, yeah, miss you, miss you. 终于回归宁静，这个好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哎，这个小姐姐。高分呢、啊，高分呢、啊。嗯，哦，又是这个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必须的。哦，我好喜欢哦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，你们喜欢吗？太舒服了吧。久违的又来到了阿木 Barber Shop， 哇，又是那个漂亮的小姐姐。我觉得老板应该看得懂留言区的评论哦，知道大家想要再见这个小姐姐一面，所以又给强尼来这个惊喜啦。这位小姐姐的按摩呢，真的也是让我魂牵梦萦啊，所以呢给她五分。那洗头的话呢，我觉得哎，真的我没有办法给低分哎，不然也是五分好了。至于感觉的话呢，我其实有一点怕她那种酷酷冷冷的女生，但是我当然知道他可能是比较慢熟，可是因为碍于我也没有办法跟他热起来，所以呢我给他四分。那人气的话呢就交给你们啦，如果够高分的话呢，我就再找老板把小姐姐再找出来。那我还是呢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氛围哦，每一位小姐姐都玩得很开，然后呢他们彼此都非常熟识，所以呢我来这里的感觉是真的很舒服，也希望大家能来这里一同感受那个欢乐的气氛啦。那今天在阿木 Barber Shop 的体验就到此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！大家拜拜！我要拿饮料啦，free drink 不拿，白不拿。